这天下午，邢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了一起特殊的警情。110，喂，你好，我在那个智跑乐园门口这儿，然后有个小朋友找不到他妈妈。男孩女孩多大呀？是一个男孩，大概4岁吧。哦，行，你叫什么？我姓梅。行，稍等，我通知民警去啊。报警人提到，他目前正处在一个游乐园的门口，周围人流量很大，而走失的那个男童年龄尚小，一直在大声哭泣。指挥中心立即将这一警情推送给了距离游乐园最近的信都分局胡家营派出所，值班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报警人。哎，你好，哎，你刚才报警了，什么情况？啊，那您现在在现场啊，在现场这个负责保护一下孩子安全，我们马上就到，好吧？哎，好，再见。简单了解了现场情况之后，民警随即赶了过去。因为这个正好赶上周六这个天气又好，好多的家长带着孩子都去那边游玩，人员比较多，小孩也比较多。哎，你好，梅先生啊，我们是胡家营派出所，你现在在哪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智跑科技主题乐园门口了。哦，在这个乐园门南边是吧？行，好嘞，我们马上过去啊。好嘞，走过去吧，在那边。见到男童之后，民警在内心里感到多少有些疑惑：这么小的孩子到底是怎么跟家人走失的？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孤单的男童是故意遗弃还是不慎走失？失踪的老人、焦急的家人，民警多方查找。当时那时候就绝望，非常非常的绝望。主动回应，事事关心，守护社区平安。系列节目正在出警，迷途寻踪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找不着人。哎，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猫凯。你妈妈呢？我开车走了。从男童的口中，民警了解到，当天男童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姐姐一起来这个游乐园玩耍，可玩着玩着，男童的母亲突然生气了，然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这里。他为什么开车走？他生你气了？嗯。他生你气不要你了？嗯。你知道你妈的电话呗？不知道。你爸爸电话呢？也不知道。男童的这个回答让民警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了弄清真相，他们赶紧追问了几句。然后我问他其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但是孩子对毕竟还小，对这个家庭住址、上学的学校名称、老师的名字都不清楚。你们家在哪住啊？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在哪住？你今年几岁了？5岁。5岁了，上幼儿园了没有？上。上了？嗯。在哪上的幼儿园？我不知道。上幼儿园你也不知道？在哪个学校上的？没事，给叔叔说。考虑到现场比较混乱，围观的群众也很多，男童很可能因为紧张无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民警决定先将其带回派出所安抚之后，待情绪稳定了再慢慢进行沟通。另外，民警也觉得男童的家人如果发现孩子找不到了，肯定会去报警的。是家是在这边住吗？走，我过去给你找妈妈，看你妈妈在哪呢。对，你按叔叔走吧。走，在这给叔叔走的。你说他找不着肯定报警啊。一报警就等，把这个给收拾。啊，你是从哪过来的？从河边。走，咱去河边呢，去看看找你妈妈，行吧？把这个不行，你们开会员喇叭喊。啊，把这个车先给放在叔叔那个警察车上，行不行？跟我们走吧，走，给叔叔走，走。咱们上车的时候给孩子说了，你知道我们是警察吗？知道警察是好人是。好，我说那跟着叔叔走，咱们去给你找妈妈。然后带回孩子来了这一波呢，先把孩子洗给他洗干净之后，
让这个孩子情绪，主要是让他情绪平复，然后提供，能不能提供出来父母的这种姓名，然后通过咱的公安网上面的这个户籍人口这一块进行比对。随后，郭家营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分成两组，同时展开了工作。一组民警继续与男童进行沟通，看能否通过他的只言片语了解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另外一组赶回游乐园，广泛走访现场群众，寻找男童的家人。哎，大爷你好。哦，你好。哦，你是一直在这边卖气球的吗？我得手。哦，那个刚才有个孩子在这边丢了，大约也就四岁多，不到五岁。然后呢，你没有没有发现，就是附近有没有这个比较着急的家长在找孩子的？没有，没有啊。丢了没人找啊？对啊，那孩子一直哭闹了。这不是正在找了呀？哦，没有啊，没找。你就是大孩了，小女孩，一个小男孩，一米多点儿，有一米高吧？哦，没见，没见是吧？没见这旁边有骑着车喊的叫的？没有没有，那个家人我成功来这儿拿小孩。啊，对对对，哦，没找，这不刚不一会儿的事儿。哦，没有，你就是一直在这是吧？没有发现？没有没有。哦，问这儿，他刚来，他不知道。刚出来。哦，他刚出来。你在那边时候见着没有？民警询问了好几个在游乐园周边摆摊的商贩，但都没有收获有价值的线索。没见是吧？哦，行。啊，胡家营。我们是胡家营派出所啊。行，没事，那你先忙，谢吧。给你当场都不没气儿啊。嗯，行。哦，行。那你要是有什么情况了，到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啊，打110可以给报个警，好吧？啊，咱们就发现了，就是及时报警，跟争取。行，好的。对。随后，民警又调取了游乐园周边的公共视频，看能否找到男童走失前的画面，以确定其家人的身份。但由于现场人流量较大，视频资源较少，民警同样没有收获。哎，大姐你好。啊，您是我们是淮安派出所的，就是你一直在这边打扫卫生吗？没有，我们打扫卫生，我们来这干。没有在这干是吧？就是刚才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人着急的找孩子的丢孩子？没有，俺在这没发现是吧？比较着急。四岁多一个孩子找不着他爸妈了。没见。那多着急，要不是有人要找了问你们了，你得打110或者上胡家营派出所去啊，到时候给我们通知我们一声，好吧？哎，行，那谢谢您啊。哎，好嘞。嗯，此时男童已经走失2个多小时了，民警推断其家人应该很着急，很可能会来游乐园及周边地区进行寻找。那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是第一时间肯定要选择报警，一方面一边在这个周边寻找，一边报警。不过让民警没想到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接到相关的报警信息。当时在心里也想，就是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疾病让家人给遗弃了，或者是因为这个调皮啊，家里生气想吓唬他，就是放在这个位置。此时在胡家营派出所里，负责跟男童进行沟通的民警还在耐心地安抚着孩子的情绪。咱所里边的这些民警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跟孩子都能够进行很好的交流，再者都是为人父母，看到这种情况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也是我们这儿民警的一种常态化。给孩子备了一些面包呀、火腿肠呀，包括这些充饥的这个食物，包括水呀，孩子就是吃了，吃完之后这个心情也平复了，只能说知道他母亲叫什么名字，但具体这个字怎么写，这不会，这是谐音。一时无法查到男童家人的身份信息，民警只能通过手机聊天软件广泛地发布了寻人启事，希望借助社会大众的力量尽快找到孩子的家人。然后因为他这个孩子肯定是这个家人住的应该是不远，在七里河这边玩应该不会很远，说是在周边的一些社区啊，这些发布一些这个他们这个群里边发布一些这个信息，孩子照片，就是多方努力，通过社会啊，通过咱们这个警力，一块去寻找孩子家长。傍晚6点多，一名神色慌张的男子来到了胡家营派出所。此人告诉民警，他是走失男童的父亲。在哪住来呢？五号院。五号院。嗯。你媳妇叫什么名？
刘一丹。你叫什么名？王小。你户口在哪儿呢？我户口是呼和浩特的。你看，我跟你这查不着，在那查不着，要不然。让媳妇也过来。咱们这个没有第一时间没有让这个男子见孩子，咱第一时间先核实这个男子的身份信息，通过这个孩子的这个表述来查实这个男子说的是否属实，啊，包括他的个人信息，一些这个来历，然后等查实核实准确了之后，然后才让他见孩子。这，嗯。爸爸，是你爸爸呗？是你爸爸不？嗯，嗯，行，是你爸爸就行。跟你爸爸走不？嗯，你爸爸打你不？不打你啊？嗯，那行，那没给孩子，也没给孩子拿厚衣服什么的。穿我的。啊，对，就穿的那，要不刚睡醒。来，再穿上。这孩子还比较听话的。刚睡醒，你要不再等会儿，孩子也听话，不是不听话。把玩具给拿走啊！照个照片。那先到外边照，照。嗯，这个照。男童的家人终于找到了，民警悬着的心总算是可以放下了。随后，民警对男童的父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做家长的有这样做家长的呗？我就问你。你媳妇带仨孩子去那边玩，玩完之后，那孩子找不着了，不知道，也不报警。也不报警。那孩子还是个孩子，你再着急也不能这么干。三点多到现在几点？几个小时吧。啊，我就问你。那孩子再多再着急，我再着急再生气也不能这么干。有人弄，那孩子，我说出点啥意外，你跟你媳妇这谁也跑不了。男童的父亲告诉民警，他得到孩子走失的消息之后，在游乐园附近找了好一会儿，后来才从一名环卫工人那里打听到孩子被民警带回派出所了，这才赶了过来。那么，这名男童最初是如何走失的？民警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男童走失原因令人瞠目，警方主动服务化解难题。系列节目正在出警，迷途寻踪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那天气挺好，然后就说带孩子出来玩吧，然后我一个人带着仨孩子，然后说去这个没来过这个七里河体育公园这儿。这儿有一个那个智跑乐园嘛，不是，然后就来这边玩。我媳妇说，都是当时带他，不是带我仨孩子嘛，当时这孩子老二老来回跑，这个各孩子跑，顾着老大，顾不着这个，顾这个顾不着那个，然后后来老二就跑没影了，一转眼就不见了。据男童的母亲说，她发现孩子不见了之后，赶紧给丈夫打了电话，让丈夫赶过来一起寻找。生怕孩子出点啥事儿，哎呀，可害怕了，就赶紧给老公打电话，心里也挺着急，也都不知道该咋办，然后让老公过来说看看找找吧，看在附近呗。但是男童的父亲误以为妻子是因为带孩子比较辛苦给自己抱怨一下，当时忙于工作的他完全没有把妻子的话当回事儿。男童的母亲以为丈夫很快就会过来寻找，于是就带着另外两个孩子先回家了。后来她一直没有等来丈夫的回复，便又给丈夫打去了电话，直到此时其丈夫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是真的走丢了。我当时真的是感觉瞬间都懵了，我就想孩子丢了，我这说实话跟都对我跟我孩子平常都特别亲，经常一块玩，但是瞬间孩子丢了，瞬间这就脑子特别懵，要不然后就赶紧赶到这儿去找找。那我拿去。那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行，以后报警意识再一个，您这孩子带仨孩子，那掉有少一个孩子不知道啊，那跟他妈再着急再生气也不能这么的，对不对？行。你看孩子说了，妈妈骑电动车是往北走了。行了，回家也别吵也别闹，把事说清楚了。行啊。坐
对吧？行行行，嗯，你小孩一丢，你尤其是在游乐场，你磕磕碰碰的，真是都是很正常，而且这还是小的，你万一真是不敢想象，真是太害怕了。帮助走失的孩子平安回家，是我们对群众践行平安守护的具体体现。孩子走失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绝对是致命的打击。作为公安机关，能时刻守护万家平安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在和男童父亲交流的过程中，民警进一步了解到，此人名叫王鹏，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2021年3月，他和妻子来到邢台打工，平时主要是妻子负责照看孩子，他出去工作养家。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他坚持把三个孩子都带在身边，也是想把孩子带到身边嘛。有时现在你这个你孩子交给老人也不太放心，我家老人吧都特别宠孩子。前段时间我在别地打工的时候，把孩子放家里，真是惯坏了。这小孩在家啥也不干，就知道捣乱。我们也看到，曾经都看到过这些留守儿童啊，是吧？他们这些孩子和家长都在不同的方面，可以说受到这种亲情离别的这种煎熬。有时对于这个子女的教育，可能隔代的老人也不一定能教育得好，家长这边呢也是顾不上自己的孩子。王鹏告诉民警，目前他们家老大老二都在邢台市上幼儿园，但大女儿再有2年就要面临上小学的问题了。如何办理异地入学的手续，他现在是一头雾水。你看看能尽量留在这块儿，要是看再干一段时间，看要能留在这个咱邢台，就那个留在邢台，这个到时候外来务工子女嘛，然后想办法，找个学校。但是到了咱们辖区这儿，因为我们这个城中村比较多，在这儿搞建筑的非常多，所以说在这儿像这样的这个有学不能入的这样的建筑工人啊，外来务工人员啊，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在我们这儿是个很突出的问题。据了解，外地户籍人员在邢台市要办理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手续，需要首先办理居住证，而居住证办好需要6个月的时间，等居住证办好满1年之后才能办理入学手续。也就是说，从办理居住证到办理入学手续总共需要18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些具体的规定，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并不掌握。当他们知道的时候，这孩子已经到了该入学的时候，如果再把这个流程走下来，要么这孩子就得在家干等1年，要么就得先去别的地方或者回原籍，造成很多不便。民警跟王鹏详细解释了办理入学手续的流程，王鹏盘算了一下时间，只要自己及时办手续，大女儿的上学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他内心的担忧一下子就消解了很多。实际上，像王鹏担忧的这个问题，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非常普遍。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胡家营派出所的民警针对这个情况也主动出击，在辖区内一些建筑工地上开展了广泛的政策宣传和引导服务工作。我们跟当地的教育部门、跟学校这儿取得积极的联系，共同找到最佳的切合点。有的时候先让孩子在这儿能听上课，入了学，然后手续这边先办着，慢慢再办。我们把这个两方面相结合，这些民警啊也通过这个电话啊，或者是专门我们到学校啊，为这些孩子啊这个入学问题啊也进行这个就是介绍吧，就是对他们这个孩子这个情况了解以后，给我们学校介绍。然后呢，学校也根据这个有关政策，我们该接收的就接收了。与此同时，胡家营派出所还专门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开设了办理居住证的绿色通道。不在本地怎么办？所以我们积极沟通，一是给他们办居住证，啊，社区民警先调查，调查核实以后，我们集中啊安排一定的时间，啊定时间。定地点给他们同一版居住证，开设绿色通道，把社区民警都组织起来，真正的走入到我们辖区的千家万户当中，跟人民群众呢面对面心贴心的去交流，去了解人民群众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放矢的就去做什么。上位，我给他，我给。
给老太太，俺给这个还有个房东，就是这个江水村的一个老太太，俺是跟俺嫂子是跟上安全室里的嘞，结果是各是各的，都后来都找不着啊。这两位神情焦急的女子是居住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的居民，他们来找派出所民警是想让民警帮助他们寻找一位走失的老人。我在那山是就在这个看到纪念馆底边那个山上来，那山沟东边那个山上来。是下谁的？别来！不是，是现在不是都没有啊哟，现在都是六里的嘞，房东里俺去六里的嘞，俺应该上就是里了。该女子所说的六栗子，是指在那些已经采摘完的栗子树下去捡拾一些种植户遗落在地上的栗子。他没有手机啊？没有，没弄的。结果俺那回走的就是就都找不着啊。她是走失老人的女儿，她告诉民警。老人一大早就跟人结伴上山捡栗子，结果到了中午还没回来，他害怕出意外，就赶紧过来报警了。五点钟等我也等不上啊，我上来消息，我找我这儿找不着，然后我也怎么也挺紧张啊。就自己啊，就他自己拿着手机，俺嫂子租房去，然后就是各是各的呀。就说老母亲70多岁了，为了自己吃上栗子，为什么就说他孩子不去捡去？因为他这孩子有点弱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就是让孩子和我们一块熬饭吃，然后就是说那个就营养比较丰富嘛，我们那儿也比较少。都这个啥时候走的？是早起走的。我早起走的，10点半来的时候，我碰见他。10点半来的时候，我基本上俺所有老太太，那房东的老太太，那住这个老太太，那在山沟里，在顶边嘞，我在中间嘞。结果俺俩人碰头了，然后。人碰头以后，他是他的，我是我的，然后又分开呀。再后来11点来钟啊，说走哎，就来回就找，叫，谁也叫不赢谁呀，谁也找不着谁呀，都没有别人了，就一个他一个我了，我找不着他，他找不着我。我后来我说回来，这是他闺女。走，上这儿。了解完基本情况后，民警赶紧陪同老人的女儿一起赶往了现场。你有照片没？没有照片。啥人？穿双衣服，我感觉他穿的一个红格格布衫，应该是不？我不知道，我的眼因为我视力不太好。应该是穿一个红格格布衫，老太太吧，就是1米7左右，没有1米7，背驼腿的，白头发。1米7就高多了。1米6。那就是1米6得多，我感觉。在路途上，民警了解到。走失老人居住的地方和他捡栗子的那座山相距很远，他对那里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从这儿上学了？不是，俺是从这儿从这儿往后。民警注意到，这一片区域刚刚修建不久，周围没有安装监控设施。此时老人已经失联4个多小时了，漫山遍野的树木，复杂陡峭的地形，老人会在哪里？是迷路了还是遭遇了意外？无论是家人还是民警，无不心急如焚。因为他女儿说是早上8-9点钟就上山了，也没带水，也没带吃的，一直到中午12点半将近1点钟的时候报警。所以说他们当时，他陈述的母亲岁数年龄比较大，这个地形可以说非常复杂。这个在我们西部邢台西部的山区啊，它山上都路比较少，而且都是种的栗子树啊、苹果树这些，几乎都没有路，都是老百姓自己走的路，其他的大路啊，或者说土路、公路这些都没有。山高路险，老人身在何方？协同作战，民警倾力查找。系列节目正在出警，迷途寻踪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面对这种情况，江水派出所决定安排两组民警沿着老人上山的方向仔细寻找，另外再安排一组民警利用无人机展开搜寻。不是，我看这个不行。在那儿。你给我看这个位置，我也看是不是找飞过去。
同样同时也把这个无人机开通了这个喊话功能。当时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他母亲可能说听他女儿的声音比听到我们声音更亲近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让他女儿用喊话去录的音。考虑到老人上山时并没有携带食物和水，很可能会体力不支，上山寻找的民警也随身携带了相关的应急物品。按照当时的分析，两组然后从东西两侧去上山，然后随身携带的对讲机，然后我们两组之间有情况能够相互沟通。然后我们在当时我们上山的时候也是在山坡底下，我们还留了警力，预防就是说老人如果是从山上下来啊或者怎么地是吧，没有人接应。此时民警利用无人机已经展开了搜寻工作，并一遍遍地播放着老人女儿的声音，希望老人听到后能有所回应。再一个就是假如说他能听到有生命危险，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心，知道正在被人寻找，所以说通过这种细节方面来告来就是万一让他听到以后，然后他自己能增强自己的信心。负责实地搜寻的民警也不放过每一个角落，仔细地查找着相关线索。我们组在东侧上山去寻找的，在找的过程中一开始是没有发现老人，后来在找寻的路上也碰到了一组找也是捡栗子的人，也是一个老头和老太太两个人在那个山上去拾栗子，然后我们就问了问他有没有看见一个老人啊。这两位老人告诉民警，他们的确在山上见过一位老太太，体貌特征与民警的描述也非常接近。民警在内心里感到了一丝希望，不过这两位老人也提到，他们看见那位老太太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然后顺着山路往南走了，然后我们就跟着他，按照他说的往下继续寻找。最后我们就一直按照路上遇见这两个人的说的，然后顺着山往下走，往下找。民警沿着两位老人所指的方向来来回回找了半个多小时，依然没有任何发现。此时负责操控无人机的民警也还在仔细搜寻，每当看到无人机下方有人影出现，民警都会降低飞行高度进行细致甄别。但是其中有在搜寻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有两处他们也是在收栗子的，但是经过与老人那个同行的人确认，确实不是走失的老人。当时我记得是无人机在山上也飞了可能是将近不到两个小时吧，最后电池也耗尽了。我们整个附近都飞了三遍，大概有三遍，然后把我们带的四块电池也都用完了，但是也没有找到这个老太太。此时距离老人上山已经过去了七个多小时，在山下等待的老人女儿内心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哎呀，当时那时候就绝望，非常非常的绝望，而且是我觉得我自己都不可以原谅，我觉得我后悔当时让母亲上山去捡栗子，特别特别的后悔。老人年事已高，且七个多小时水米未进，担心老人发生意外，江水派出所民警赶紧将相关警情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并做好了各种应急处置预案。我都及时和分局指挥中心汇报，说争取分局这个经理的支持，然后把这个情况给指挥中心汇报了，指挥中心立马把我反映的情况给咱新都区应急局汇报了，以后这个应急局也准备好力量随时下山进行救助。随后民警也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给了现场附近一些村庄的负责人，给附近的村里的干部打电话，一有情况要给我们通知我们派出所。第二个就是让他女儿与家里联系，如果老人回去了之后也及时通知我们。正当所有人都在为老人担忧的时候，负责上山搜寻的一组民警在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和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非常接近。后来我们又绕了一圈，又到了另外一条
那种小路上，有人走过来路上，然后我就找，后来就远远的就看见了，有个老太太拄着这个有一个那个木棍往下走，我也怀疑就是他。当时接到我们下面的电话，说这个有一个老人过来了，可能是他。当时我们就加紧脚步，赶紧往下走。当时把老太太领下来以后，因为她女儿弱势，从山上刚下到那个平台上，她女儿并看不见。然后我们在这喊她说：“你看，你过来看看，这个是不是你们母亲？”然后她并同时问：“那个，你看那个女的是不是你女儿？”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女儿。”谢谢你了，太感动了。半天就是正点儿。哎呦，谢谢你了。就你自己在这伤。哎呦，快笑死！还有人没？我家那你那你在这里边，咱刚开无人机一直喊火，你没听见？听见了没有？哎，你看我跟你说，岁数大了，他不卖孩儿是吧？他以为卖孩儿。卖着你。那无人机在那飞机在天上飞，在那喊你嘞。他可能听到了，他认为不是在喊他，就是他可能听到是回来过说是卖东西的，卖什么东西的，因为老人可能听力不太好是吧，因为有隔可以说隔着这个大山去呼喊是吧，然后可能他听得不太清，心里边石头反落下了，终于落下了，特别是看到他这个母女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真是我也感觉这个一个母爱是比较伟大的，是吧？当时我也比较激动。此时老人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了，最后民警开车将老人和他的女儿一起送回了家。多为群众办事事，说好事，用一身边的一点点点滴滴的小事来把咱们这个公安的形象展现在群众之中，这也就是说江水派出所能够在这个山区能够在咱们红色根据地这样把咱这个山药的这个警徽这个光芒继续发扬下去。江水派出所负责的区域位于邢台市信都区的西北部，多为山地，土地收成不好，年轻人大多数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子里的很多都是独居老人，都是每年的中秋节呀、九九重阳节呀、春节呀，甚至都是说这个日常的周六周日啊，有时候咱这民警进社区去帮助五保户，或者就是像咱这个乡下老党员这种情况的家庭，为他们办点实事啊，扫扫院子，打扫打扫卫生。这天江水派出所的民警要去辖区的一个村子里看望一位104岁的高龄老人。今天的精神状态好还是？嗯，真好，今天这状态比九九重阳节那天的状态好多了。看到这位老人身体、生活等各方面情况都很好，民警在其家中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嗯，这就是你，这就是好，注意身体哈啊。好，好，对。好。嗯。你叫的门，叫的。我姓赵。姓的啥？行，主要是看看你啊。据了解，这位老人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过很大贡献。这也就是说，从他身上吸取了一些，就是这无形的这个力量。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传承这种，向老党员多受访老党员，多向老党员学习，听取老党员的一些见解。这也是说，这个能更好的把我们公安工作做好。群众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家事儿来办，始终紧盯家里的操心事儿、烦心事、揪心事儿。只要群众有呼声，我们必有回应。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好务、办好事儿，做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